为着要推广轮椅的舞蹈运动，中华民国轮椅体育运动舞蹈协会结合北港调天宫、北港镇公所等单位，4月30号将要伫北新国小的活动中心来举办全国会长杯轮椅的舞蹈大赛。比赛除了选拔国家代表队的选手以外，也为今年6月份北港调天宫举办第一届马祖杯国际轮椅国标舞比赛来热场，活动是非常精彩。主办单位也邀请乡亲踊跃来参加。为今年开始，中华民国轮椅体育运动舞蹈协会在北港镇举办全国性的轮椅舞蹈大赛，因为效果真好，得到真侪单位的支持。今年继续举办全国会长杯比赛，报名真踊跃。去年的推展的成效非常的好，那今年的成手今年的选手的人数，报名的人数比去年还多增加了1/3。那还有我们首度的这种电动轮椅来做一个团体舞的一个参赛，那大家一定不晓得电动轮椅可以跳舞吗？好，所以希望所有的我们云林县的所有的乡亲朋友能够到北港来莅临来参观，给他们身上朋友的一些鼓励跟指导。轮椅舞蹈是一种真好的运动，尤其是鼓励坐轮椅的朋友透过轮椅舞蹈运动走出户外，找回自信心。你从事这个轮椅舞蹈有多久的时间啊？差不多6年了。6年了？对。在这里面有让你获得什么样的？有啦，会增加我们很多的自信心，对自己就是很有把握，做事不管什么，以前我们做自己都丢丢啊，现在做什么事情就是确定。北港调停局董事长表示，轮椅舞蹈真鼓励人心，有符合马祖自卑制弱的精神。除了大力支持这次的比赛，今年6月也将举办第一届马祖杯国际邀请赛。这些残障的人士哦，其实心理教育是最重要的了哈。所以呢，调停局嘛，希望能全力吼来推动这个活动，哦，不方便的人吼，能够勇敢走出来了哈。我们预计将在6月份哈，举办国际的赛事哈。北港镇公所秘书表示，北港镇小连山举办2场大型的轮椅舞蹈比赛，到时邀请乡亲踊跃参加观赏。借由4月30号会展杯，欢迎各位到北港来；也借由6月份预期盛大的状况，也希望各位光临北港，来临北港。全国会长杯轮椅舞蹈大赛4月30日将在北新国小活动中心热烈进行。比赛除了选拔国家代表队的选手以外，也为6月份调天宫主办的轮椅舞蹈国际邀请赛来热场，活动精彩，值得来观赏。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